九哥，你醒了。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？没想到还能再见到你，太开心了。都怪我不好，总在你需要我的时候不在你身边。小心。你一直坐在这里吗？我就等着你醒，想跟你说一声抱歉。你为我做的已经够多了，这次是我大意了。有人其实好心提醒过我，只不过我会错意了。小凌风。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来这里，但是他救了我。我猜不透他为什么要这么做。你见到他了？见过了。他不像我想的那样对你别有居心，他来监狱也是为了调查清楚陷害你的幕后黑手。现在我跟他是同盟关系，以后你在监狱里的安全由他负责。我可以相信他吗？可以，就像这次这样。对了，我听他跟我说，有一个叫青雕的女囚一直找你麻烦，甚至还扬言说要把你关进冰库里，是真的吗？林九哥，我要是收力晚一点，你就受伤了。那个，我只是闲来无事跟别人学了几招，主要是强身健体，顺便保护自己。刚才只是想拿你试试手，看来我学艺不精还差得远。我看我是多担心了，你恢复得不错嘛。多亏了练拳。你觉得我刚才那招怎么样？尚可。你要是真有兴趣的话，我可以教你几招简单又实用的，怎么样？好呀。把拳给我。左手抓拳。会了吗？你试试。该你了。时间到了。多谢指点，我该回去了。不用，不用客气，回去多练习。对了，你不觉得老唐挺辛苦的吗？嘟嘟刚出生嫂子就走了，还没回过神就有个孩子要养。虽然我没当过爸爸，可是看他这个样子是挺辛苦的。他以前有什么得罪你的地方别在意啊。我知道。我啊也是第一次看他这么开心。我也有点不适应，感觉他像换了一个人。是你的功劳。你刚刚在画什么？给我看看呗。没什么好看的。看一下嘛。别看了。给我。
89.63。到。该回去了，再不走，马上就要下雨了啊。嗯。我先回去了。